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，十七光年丽苏组合，自由调饮更出味。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，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、芒果 TV 同步收看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晚2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营业、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。您好，这个菜园子是您家的？对。哎呦，我昨天晚上我来这儿了，我就以为这个菜园子是我们自己种的呢。这是大萝卜。哇，明天来几个可以炖汤。大白萝卜，我得付您钱。不要。哎呀，不行。不，多少钱一斤啊？2块。咱们就5斤。10块钱行吗？好，好嘞，扫一下。对，谢谢啊。好，不用谢，那我再挖几个萝卜啊。好了。太棒了，这大萝卜，哎呦，长得多好啊，这大萝卜。挖呀挖呀挖，挖呀挖呀挖，哎呦，这每个就得小半斤多。呵，哎呦喂，真棒！您怎么知道这么大呀？您这好，真棒呀！得了，那谢谢您了啊！来喽，晚上可以熬萝卜汤。风儿啊，吹动我的船帆。哎，蔡老师早安。早。抖音上还什么时候快手上好多你们的短视频呢？我老刷的，刷到什么了？可是王大陆说要让你干嘛，怎么你就要没事拿厨子要厨的？是什么想不开去参加了哥哥？你是干嘛？认识，饿死你啊！我就没懂。但是网友都知道他说的什么是吧？什么？我要去拿我的礼物。我去帮你一起拿。当当当当当当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衣服。天哪，太好看，我待会儿就穿上。真的，因为我看你节目当中你有一件粉色的渐变的，后来我本来我想找一件同款，说哥能不能给你穿一个同款的，后来我发现这件我说更好看，我说给你带来。爱你哦。哎，好，可以吧，很有那个。我待会儿就穿上。联欢会就是他了。就是他了，你瞅瞅这两朵花。喜庆，就是给你准备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礼物真的，这礼物是我用了心了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哇，他们肯定会感动哭的，我感觉。你太有心了，蔡哥哥。走吧，拿着这个。拿出去，他们绝对感动。你们快过来看，蔡哥哥的那个给我们的礼物，你绝对会想哭。来，过来看，你去感动。真的是我们吗？哇，什么东西？好，快来。哇，好开心啊！哇，做得很好哎。是不是你们的？哇，真的做得很好哎。记住这个场景吗？你们在那个桥上。我好好认啊！对呀，你好好认，我也是好好认，我也是啊。对呀，这是国家级的非遗，是北京叫面人郎，然后现在是孙子继承了这个传统技艺。哇，好厉害！可以吧？当做礼物送到这儿，太棒了！放在我们的故事馆，好细心啊！太棒了，这个真的。放在哪里啊？你们说？放这里。放这里呀。放这里。这个真的好好。这个好棒，是好棒。哥哥，你真的太有心了。哎，我才知道，你的生日也是9月17号吗？对呀，你也是9月17号。哎呀，9月17号！哎呀，哇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巧啊？以后就可以一起过生日。让他查他的那个异母的9月17号生日。你看我们多美丽，多帅气，真的怪不得。对呀，多才多艺，也会唱也会跳，还可以说 rap， 还能一起说 rap， 一起说。来到我们的美好生活，见到了我可爱的缤纷少女花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我就是你的帅哥哥。哇，那我
不出来了吧？这是我们深爱的新娘。听完蔡少芬和蔡哥哥唱 rap 以后，这个火在燃烧，可云都生气了。你几点起来的？9点。蔡哥哥，你这睡得太好了，你睡得很好哎，比我们都晚起。你9点睡到9点啊？没有，中间没有九点，我们就我这年是中间最起码起3次。我们俩房间睡得还习惯吗？习惯的，特别暖和，然后我还特别聪明。我一会儿就拔掉那个插座，然后呢，觉得冷了我就插上。其实不用插的，你就按那个。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来回。一会儿插一会儿拔，插拔插拔插，特别是他加的那句前缀，我还特别聪明，然后我还特别聪明。我们蕊一下我们的节目单。节目啊，365个祝福。对，到时候我把那个音乐到时候练一下，对，排排伴舞吧。不，我们就学伴舞。你看，乘风创始人从来没有跟别人伴过舞。我也是乘风里面的人，我是年度乘风创始人兼年度最具舞台表现力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是蛋卷啊、哦，对啊，很好吃的。吃一口给我看，你嘴巴可以那么大吗？哇，真的可以啊、哦！我不可以的，我只能这样。哎呦，跟他嘴巴不一样，他毒不毒？毒。他那天形容我，跟我老公说。我老公算了，每次讲老公就骄傲的呢，真的有骄傲？没有，他平常很正常。娜娜，你吃多行，我老公。老话讲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现在这四个女人闹翻天。那武艺他有一首他自己的歌，我的一首新歌，什么？真的？叫做《荧光》，多新。去年发的，去年发，现在都11月底了。我想一下，是好像是前年发的，更久了。我的一首新歌，前年发的，太可爱了。他新不新不是在于他什么时候发行，在于他什么时候唱。我前年发行还没唱过，今年。前年发行，今天首唱。对。今天又是我的初舞台，对，这首歌我也要伴舞，拿的荧光棒，那是白天呢，没有荧光棒也没关系，哥哥去给你拔几个大白萝卜也可以，大白萝卜也可以，我们去转一转，好不好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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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是这个乡野的生活，对，我们这几天出门都是骑单车出去的。这才是美好的生活，哇！每一天都是美好的生活，娜娜加油！蔡哥哥，我来啦！哦，带蔡哥哥去看一下大坝。看一眼大坝啊！哇，我第一次过来哎，哇，挺壮观呢。这边有点秋季的那个秋林浸染的感觉。这里有人在钓鱼哎。这边好美哎，这边的景致，这里的山水太美了，太美了。白石村，山美水美，人更美。还得把屁股给翘高。白石村，山美水美，人更美。那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，一朵永不凋谢的花。我就是一个大菜花。对了，是最漂亮的蔡少芬，不要再嫉妒我了，我化了妆和卸了妆都比你美。你还是下去吧，你那么美，你给我下去。这里就是我们新盖的图书馆。哇，真的好漂亮，好有气质啊，这个房子。加了一些东西啊，加了我们喜欢的。哇，哎，那个感觉很舒服。
这是我们的嘉宾们捐过来的书。哎呀，不是一般的有感觉，超有感觉。来，五叶，你可以放了。好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阅读室。啊，阅读室，也是窗外的景观也是美的哦。你看，在这里一坐，我就不想走了。我们本来是设计给小孩的，但后来弄好之后发现大人小孩都可以用，都可以进行定制。对，其实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就是一老一少。是是是，我们楼上还有个小阁楼，走。哎呦，这设计的真好哎！哎呀，感觉真棒哎！其实我觉得小沙发好，坐的人还多，这有点占地儿。嗯，那个蒲团，对呀、啊，可以坐很多。看，这已经让我惊艳了，太惊艳了！十天弄好的，把乡野的这样的一个残破的留下的老房子，重新改造换新，太了不得了。这广播站牵了个线过来，我们可以跟那个他们广播。小朋友们，小喇叭开始广播啦！那我们召集一下村民联谊会。各位白四村的村民朋友们，我们是新乡人，我是你们熟悉的紫薇格格林心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很 man 的武艺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。村民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给你们送祝福的蔡哥哥来了。我们是相菜，我也姓蔡，我是蔡孝芬。我们是香菜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要约所有的乡亲们3:30来跟我们一起搞一个快乐的联欢。大家可以准备觉得想要带给大家的才艺展示，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一台联欢会。欢迎你们今天到美好民宿来和我 PK 舞蹈哦！希望今天可以给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，带上好心情来一起狂欢吧！我又有小朋友录。哎呦，小朋友哎，我把他叫进来，把他叫进来。来，小朋友来，来来来，这些这里面有好玩的，快过来，走吧走吧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姐姐跟你们讲的故事叫做。胖胖熊，你看这个就是胖胖熊，你看这是胖胖熊，好可爱的，是不是？那旁边，你看就是这个。那旁边是谁呢？他旁边的我给你介绍是谁啊？他叫淘淘猴，是胖胖熊的好朋友。他是谁？他叫做布布兔，也是胖胖熊的好朋友。还有一个壮壮猪，你是不是胖胖熊啊？你是胖胖熊吗？你为什么不点头？你最喜欢哪个小熊啊？你喜欢小熊还是壮壮猪还是布布兔还是小猴子呀？他神游了。我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。这天，壮壮猪他邀请胖胖熊跟他一起锻炼。可胖胖熊没过一会儿就气喘吁吁走不动了。壮壮猪说：“你肯定平常不好好吃饭，也不喜欢运动，慢慢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弱。所以啊，你看他像猪吗？你好可爱、哦，很开心哦。虽然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很短，没有时间把每一个人都准备好了故事讲给他们听，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想说的故事。”录制下来，他们也许可以就来我们这个书院，拿着耳机听着这个故事，我觉得也是传递了我们想要传递给他们的这个温暖。我们下午在联欢会见啊！好啊，再见、哦。去带着自己爷爷奶奶啊，都来看我们的节目啊！带所有家人都来呀、啊！今天都一起过来看我们的表演啊！哎，是水果吗？柚子。哟，那是卖的水果吗？这叫什么小甜橘吗？这个很甜的，买多一点回去吃。嗯，好吃好吃。我们待会3:30
在我们那个民宿有一个表演，一起过来看了啊！拍这个吃蟹，哎，这都是乡下的最有机的，这个柚子也是。这个是纯天然的，嗯，特别甜。多少钱？一大袋30块钱。谢谢你，姐姐。妹妹，等一下来啊，拜拜。我们回去吃员工餐。湖南卫视的员工餐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酱菜。哦，好像我的米饭不够吃。哈哈，这就是在当地做的吧？对，当地做的。哎呀，这真香哎！啊，吃了芒果的员工饭最好吃。嗯，味道哈香哈。好香！辣死我了。我想来点橘子，又辣又觉得控制不住想吃，对，好辣，嗯，第一个吃完是五一，还是小伙子，五一多大了？十几了？我弟，你十几了？33，就像个17、18岁的小男生是吧？没有，超萌，还很 man， 萌 man Karen。门面长，回去准备节目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回去准备节目喽。怎么这么丰富啊？怎么写？怎么 rap 了？哎，举起酒杯就得不到他的烦恼，我是春天假子长子，希望大家不要妄找。谢谢你的夸赞，你的夸赞让我兴奋激动，你的说唱实在是棒啊，棒棒棒，我无话可说。哦，今天我们一起上台来表演。今天我们一起上台来表演。今天上台一起上台表演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今天我们香菜啊。香菜，嗯，两个嘛。啊，两个双菜。双菜啊，双。双菜。双菜。嗯，完了，你再说，你说，哥哥说我是缤纷少女花。我说哥哥是送祝福的花，完了我说这个，今天我们一起口吐莲花，让你们个个心花怒放，好就 OK 了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哥哥说我是缤纷少女花，对，而我就说哥哥是送祝福的花，让你们每个都心花怒放，耶耶耶！哎，对，咱俩一起，耶耶耶！蔡哥哥，你的那个365个祝福给我们大概排一下吧。可以，来，我在最后，你们在前面。然后你从后面这样走出来唱。对，是是扯开。一年有365个日出。等一下，他上来以后，我们站成一排做什么动作？这样好吧？手拎功夫头。觉得这样好啊？对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我们就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菜饶包着，然后菜饶还是在后面。哦，我们是像转圈的那种。还有这个，打，打，走，走，对，就这样。这火了，这盘每一分钟都盼望一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环绕着你，对，就 OK 了。好啊，好看，好看。还有五一的歌。我的歌，我就可能站在前面唱。啊，可以，我们在后面换，你不用管我们。你新歌发表会呢？前年的新歌发表会。看荧光火照亮你的夜晚，请让我轻轻落在你头上，想用八只笨手的头发，即使往前路有伤。一会儿抖，别抖没了。淋过的雨，受的委屈，所有经历都不值得放弃。白四村。
美好生活还是美好家园？美好生活，美好生活，美好生活联欢会，一个写一个，别写出去了，这吧，嗯。好醉不好写，这大气的声看的，哇，好看。五一来个活，那活写小一点。哦，好。人家到五一这儿，你活小一点。嗯，差点写成镇镇欢会，好，我给最后收个会。好，好，都有啦，可以吗？挂在堂屋那里，曾姐再左，再左一点，再左一点，再左一点。哎，好，就这，就这。好，给邻居们做点汤圆儿。好，这还有醪糟，待会儿最后下醪糟。哇，我第一次下这么多汤圆，这个位置这样塞进去呀，这油又坏了，对，这个又泼进去，你看它又破掉了，这个太薄太薄了，我可能不行，做不了这个了，到时候跟那个小孩同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发给他们，当做我们的荧光棒，这个多好啊！哦，这个这样子弄一整篮，好可爱。Test this 1 2 2 ha ha， 来，哎呦！乡亲们都来了，啊，来嘞，来了来了，还当凳仔呀？其实我们当初在邀请村民的时候，我还怕村民会不会到来啊，没想到当到点的时候，这么多村民都自己拿着小椅子来跟我们一起来玩，然后一起来互动，我是觉得太好了。Hello， 来喽，乡亲们，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零食，小零食，我们要开联欢会喽，每个人拿一只这个太阳花。 Hello， 哇，给蔡少芬姐姐，给心如姐姐，这个热乎乎的汤圆看了真暖，小心啊，来，汤圆来了，汤圆来了，小心烫啊，来这边，乡下就是这样的，吃百家饭，乡亲们就是一起分享，还有谁没有，这就是中国人你讲究的乡里乡亲的那种热闹。小朋友喜欢杨迪，小朋友在找杨迪，太有前途了，我一会儿给他打个视频看能不能接到，然后你跟他说两句。这是他的彩铃，开心吗？听的回去把彩铃也换成这个啊。杨迪，这里有你的粉丝。哦，杨迪他哭了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快看，他激动的哭了，杨迪，他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我们联欢会开始了啊！美好生活联欢会现在准备开始，倒计时：10 9 8 7 6 5 4 3 2 1，开始！耶！白石村的朋友们，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一直给你们送祝福的蔡国庆哥哥。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？
是林心如，开我们的美好民宿，受到很多朋友们的帮助与热情的支持，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是乌拉拉拉氏蔡小芬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啊哈，大家一起快乐。是钟楚曦，耶！啊，很开心可以来到白寺村，然后我现在也是白寺村的一员了。以后呢，咱们家里有活儿，随时叫我，有需要随时叫我，好吗？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又萌又 man 的吴毅。哎，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白寺村，然后希望大家今晚一起嗨起来，好不好？耶！好，我们开始我们的节目。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听妈妈唱童谣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给所有白寺村的小朋友们送上童谣，好不好？好。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岁岁来到白寺村，这里有可爱的你，年年都快乐。天乌乌，马路雨，阿公阿爷在头买骨乌，伊呀嘿都真正。趣味，世界真系笑笑笑，笑到真奇妙妙妙，妙到真系细细细，欢笑微妙俏。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，阿爷睇牛，佢上山岗。月亮伯伯兜里做个吊吊，吊吊去坑买菜，兜里做个奶奶，奶奶去来修佛，修着吃饱耶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，我平常的时候我会唱给她听，我会让她多知道一些自己家乡的文化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地方的方言唱出了童谣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武艺哥哥为我们表演近景魔术，但是如果你们发现了破绽千万别说。我请两个朋友上来好不好？请小朋友。哎，我你吧，就是刚刚那个花手，对对对，然后再你吧，好不好？五一哥哥请两个大的，不容易被拆穿。小朋友说：“我看见啦。”接下来呢，我会展牌，然后呢，你在我拨牌的时候随便记一个其中的一张牌，就心里面想。然后你记红色就好，然后你记黑色就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开始了。你可以随便记一张红色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哈，不要说出来啊。好，你也是，你记黑色的啊，随便记一张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 ，OK。那我可以先问一下你吗？你记得是红桃还是方片吗？我不记得。这就没想到了。这样我再给你看一次好不好？再来一次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，你早一点告诉我吧。OK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了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呢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你记得是黑桃红桃还是方片吗？方片。稍微大还是稍微小一点呢？大一点。大一点的 ，OK。我可以直接猜中你是什么牌？是方片 Q。哦。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哇天哪，猜对了。那这位朋友我也想问一下，你记得是黑桃还是梅花呢？黑桃。黑桃是稍微大一点稍微小一点？大一点。也是稍微大一点的。好，让我看一下你的眼睛，看。哇，这样你做一遍你刚刚的花手好不好？你做一遍我就猜得出来了，他的花手好精彩。来了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牌是
黑桃 K， 对的，对不对？啊！谢谢。接下来我唱首歌好不好？这首歌是五一哥哥在前年发的新歌，今天呢是他的初舞台，太荣幸了。接下来荧光送给大家，把手借给我好不好？耶、yeah ！陪你走在川流不息的人海，这座城市的节拍就像一首歌的快转、oh yeah、很多不舍也很多想你的人，没关系还是把手借给我，大口深呼吸。 Hey you 要起来， Hey you 悲喜都笑出来，该荧光我照亮你的夜晚，请让我轻轻落在你肩膀，想拥抱纸背上奔跑，把青石往前路又长，淋过的雨受的委屈所有经历都不值得放弃，呼喊着你名字以珍惜和萤火爱的名义，该荧光我照让我紧紧握在你肩膀，想拥抱纸背上奔跑，把青石往前路又长，随它而去，不问归期，成全自己，不追所谓意义，跟随着你的心，真心的不渝的每个决定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还想听吗？想。想听我们国庆哥哥送祝福吗？想。那在哥哥送祝福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有趣的祝福要送给你们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啊？有。对，我们一起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呦呦。今天我们呢 bow tie 来跟你们表演，哥哥说我是奔奔的美女发，而我就说哥哥哎呀重来吧。好不好笑？好笑。好笑，来就再来了。你们也一起啊，做这个哟哟哟哟。今天我们的bow tie来给你们表演，哥哥说我是奔奔少女花，而我就说哥哥是送祝福的花。哦耶耶，左手一只鸡啊，右手一只鸭啊，身后还背着个胖娃娃，祝福你们每一家都是幸福的花，这就是我们美好生活，让我们一起发发发。哦耶耶，你们听懂了哪一句？听得懂吗？我是什么花？哥哥是什么花？有钱花。有钱花不白花。接下来这个表演只有在春晚上面才可以看得到，我们蔡哥哥上了无数次春晚，23次。蔡哥哥要为大家送祝福了。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。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。一切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，像个旭日东升灿烂无比。
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白思村的所有的父老乡亲，祝我们的美好乡村更美好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起来，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，像那旭日东升灿烂无比，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，又像那星辰永久永久。舞台的晚会有舞台的魅力，但是这是生活的舞台，最能够表达我们内心对这方热土的这种情感，对这个村庄的美好的情感，有一份真正的心连心的这样一个联欢的互动，所以今天也会看到特别的开心。谢谢所有我们白思村的村民们，谢谢你们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永远美好，然后谢谢你们对我们的照顾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上来一起跳，来吧来吧，过来过来，很温馨很快乐。我觉得真的，如果有民宿的人过来住的时候，村里面的人也搞一个，其实对那些外来的人也会觉得很亲切，很快融入在其中。我相信这个村庄的很多在外打拼的那些年轻人啊，他们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定一定会带给他们很深的感动，而且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大的一种诱惑力，会真的会让他们回到家乡，感动他们的。为什么月亮又圆了呢？因为圆圆满满呢、啊、这叫皓月当空。哇，好漂亮的月亮。哇，这一幕真的好温暖，这才叫真正的美好。他们都是我们认识的姐姐们，对，比如说那个昨天炒米糕的那姐姐们呢、啊，还有养鸡大哥那个小朋友，还有下午卖橘子给我们的那个大姐，来了吗？都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就感觉到这些父老乡亲就把你们当做亲姐妹一样，不当外人，我们已经是完全的新乡人了。我也觉得是。这个东西我第一次来我就感受到了，太难得了，特别让我感动。嗯，我觉得我们。最后一起走的时候肯定舍不得，会像你肯定会哭的，你现在已经这样了。哎呀我都好希望最后一集可以跟他们再聚一次。对呀，最后再欢度一个真正的那种美好生活的那种大的联欢。而且我也特别喜欢今天咱们写的这个字，下回还是咱们自己写，一边一个身大，一个一个脸大，中间一个小魂儿。左边是歌唱界的前辈，右边是影视界的前辈，都是大的。你被夹在中间了，活小了。所以各位的活少。他们活太多，你活就少了。你又能唱又能演。你看你今天高光时刻吧，我们蔡哥哥。但是我真的好紧张，今天。很好，今天发挥的很好。我今天我声音都抖了。哎，没有，发挥的很好。今天彩排的时候没有蔡哥哥，然后突然晚上蔡哥哥出现了，我一就感觉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声音。感谢蔡哥，感谢。对。哎，今天真的太开心了，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相约下次啊，相约下次，我们的美好生活联欢会继续下去。好，那我们送你，我们已经开始想念你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们每次都是这样，还没送走就开始想念。蔡哥哥有你真好，你们才让我开心呢，都是让我欢喜的人。我很想再来，我很想带着我的家人再来。我记忆的乡村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你走到乡间，走到田间地头的话，你可以闻到那种生活的本真的那种气味，那种气味就是生命的气味，生活美好的气味，然后感受到这个村庄的父老乡亲们把我们都当作是村里人一样，让你有一种安全感。当然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见到四位我们的主理人，我觉得他们把爱放在这里，
它们就像是四朵在山野间盛开的鲜花，让这样一个美丽的仙村感到特别的美好，那个是最让我留恋的。生活本该如此美好，我觉得这个版好有纪念啊。对啊，写的什么呀？我写的是希望我的快乐可以感染大家，大家都要美好生活。你已经感染到我们了。真的吗？你来了已经感染到我们了，都不想走。很感谢四位合伙人能够邀请我，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来当试睡官，很开心。我们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能够推广我们这个白丝村，让更多人看到白丝村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面，它有非常可爱的村民，它有非常好吃的炒米糕。我也是觉得这也是在帮助村民们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好吧，就送到这儿，你们回吧。 啊拜拜，谢谢，下次见啊。好，下次见。再见，蔡哥哥。哎呀，舍不得你。哎呦，好想娜娜。可爱的娜娜啊，再见再见啊，你们早点休息啊。拜拜，蔡哥哥。真的爱爱了啊，娜姐。我给你最后要起来来啊。好，好了，谢谢，拜拜，下次见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你们要继续美好的生活。好，你也是。拜拜。拜拜。在一次送走试住体验官之后，我们的美好生活即将迎来最后一次升级改造。我们的陈谷大师要当面和合伙人们聊一聊。哎，陈大师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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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欢迎。我们下一次来就是3.0的版本。是的，今天是主要听听几位2.0体验一下有什么意见。我是拿着小板凳拿着笔记本来记的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对，就觉得屋里没有一个可以窝着大家聊天的地方，可以有一些那种比较防潮的布艺，让它整个其实是软硬结合的，窝心一点，对，会暖和很多。那个电磁炉那个火特别的小小，他们因为他们主办都煮得很辛苦哦。还有跟陈大师讲一下那个书屋，因为现在都是一张一张的，就是很像咖啡厅，然后两个椅子，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不是可以是放在地上的，就是懒人沙发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。下一次3.0呢，我主要是想给建筑一个符号，就是我只要拍一个房子我就知道，就有点地标的感觉。对对，我希望给他一个辨识度。嘿，几位嘉宾老师好，给几位嘉宾老师介绍一下我两个学生，他们一个是负责室内，一个是负责室外。我们这次呢主要是把这个建筑做了一个挑檐，对，可以在那边看雪看星星看月亮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哈喽，少芬姐。你回家还在里啊？对啊，我来等你。为什么你回家给你等我啊？对，因为我是你的 PD。对啊。哇，我听说你创作了一首歌给我们啊。对对对。太幸福了吧我们。没有没有，是我的荣幸。能够回到这个节目中帮大家做一些事情，感觉首先非常荣幸，然后也非常开心，就是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吧。现在没拍过啊？没有。有没有什么杂偶条件？要他英文好，中文好，就要看感觉吧。说实话，你要哪一种？要温柔一点。就是我跟娜娜的那种你不喜欢啊？也没有。还有小西的那种？不是不是。我其实也没有仔细想过。那我们四个，你一定要选一个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也真的不知道。如果去放倒，必须选。一个都不选的。没有。是不是很后悔过来接我？没有没有。你喜欢仪式感的东西吗？我其实还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仪式感啊。真的吗？我以为你是极难啊。那你会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啊？不会，我可能爱意更多会在行动方面。你会在行动方面？对。你能举例一个吗？今年做了些什么仪式感的？仪式感
今年我想一想啊，可能就是带着爸妈去检查身体。因为他们都，我的天啊，我不停下来扶他下去，我不想跟他聊天，带他们去看看身体，叫做叫做仪式感，叫做行动喜爱啦。他们应该先不知道你来吧，还是他们已经知道你会来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回来了，来人了吗？好像没看到。小爱走，回家。来，回家了。看我们的菜，哇，都长好大了，好有生命力啊！哎，我们真的可以在这摘菜吃啊？是呀，吃这种新鲜菜很好的。对，真的可以。小爱，走进去看一下，咱们的3.0，太棒了！参观一下我们的民宿了。先看这里，哦，地板。地板呢？哇，好舒服啊！小爱，快，小爱，快来快来呀！快来呀，小爱，快来呀！哎呀，全脏啦！全脏啦！好开心啊！你也看到有改变了，好高兴，喜欢哦，喜欢这个地毯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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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舌头，舌头，舌头。好了，哎，这不是，可别咬到我的头脚了，好兴奋啊！来，嘉宾，我们都可以往地上一坐，拿个什么垫儿一靠，可以弄一个那种大托盘，就是拿点什么茶呀、吃的呀，就加暖的那个，那大桌子放这儿。对，走去看一下厨房。喂，来了来了来呀！喂，芬芬。我带俩帅哥来了，五零五一，梅姨，梅姨，带个作品来了，小爱，哇，小爱，亲爱的小爱，哇，吉他都拿来了，哇，音乐人 ，Hello， 看一下。你腿怎么样了？我这还是穿不了鞋，但是好多了。你的脚呢？你的脚呢？你的脚怎么样？我还好，我只要把它放松。你脚都受伤了，你穿那么高的鞋干什么呀？而且你已经比我们高了，没办法。我知道你是香港小姐，真的没有必要。身材好吗？五零五一，带着作品返场呀！对呀，为了我们创作了歌，创作了一首主题曲，真的好棒，晚上都不睡觉哎。这次回来，哇，这次回来是制作人五一了，终于有新歌了。写了多久啊？其实写没写多久，因为我当时写了五首。然后我写了5首，为了来5次吗？没有一天有觉。好努力啊！没有，其实我很少这么努力，平常。就是你一回去，就立马写5首了。其实没有写很快。对他来说没有什么。写词有点难。难？写词怎么难了呢？你没有感受吗？在这里。有感受。感受太多了。感受太多，不知道写啥。我记得里面有一句是那咖啡和斜阳，斜阳，对，咖啡与斜阳，就咖啡跟斜阳跟我们很协调。哎，我们这次怎么睡？先把这个看怎么上去。还能上去啊？上面啊！走，我们先看怎么上去。1.0 版本呢是满足这个民宿的基本的功能，2.0呢我们把舒适度做了一些提升。3.0呢，我在这个屋顶上做一个大的弧形天窗。我这个顶做完之后，他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星星。我还做一个，我们设计上面说叫上人屋顶，可以去看那个风景，或者是到上面打卡。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改建之后呢，让村民不用花很多钱，也不用用很多现代化的材质，知道了哦，原来这个房子可以这么改。这是从哪上去啊？置物架，哦，太好了！这都我太喜欢炉子了，这没有哎，可以爆炒，好棒好棒好棒，可以这样了。对啊，大铁锅，太棒了，我
现在都想录一首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上去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走走走，是不是在这里上？这里现在录了一条路了。哦，直接从这里上去。哇，这个景好好哎。这是一座桥吧，应该是。天哥太帅了吧！好美呀、啊！晚上就可以在这里看星星哦，好特别。像不像上次我们在看夕阳的感觉？哇，太酷了！哇，好！哇，你们不怕？不怕。来来来，坐。来，吴彦。我不敢，我拉着你，有什么不敢？跳下去也没事。来，我这是这样唱的。没事了。哦。还可以怎么样？可以。在楼上看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、哦。刚好在这里放一下这个音乐，感受一下。对对对，唱一次。你看午夜好紧张，这个脚有点恐高，硬球硬化，你还要跳早歌。我给你抓着，抓着你。推开一张城市的窗，去感受远方，穿上路上的羽毛，挥挥举着星光。哇，跟这里很配合啊，你们。压力所有伪装，惶恐。我好喜欢那句，把所有伪装都放下哈。你平常都在伪装吗？我觉得你，我是担心你，你太累了。芦苇这样子飘飘荡荡的，好舒服呀。嗯。啦啦啦啦啦，这只去飞翔。学会美好生活，别匆忙。哇哦！制作人吴林午夜，哇！有人找你要过歌吗？没有。可能好多人不知道我会写歌。起码回答一个。嗯，也有人找他，就是很实，就是感觉很新鲜。很新鲜，因为没有人找你要过歌。我觉得你很有能力，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找过你写歌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每个人要遇到拔罗不容易的。拔罗，拔罗，拔罗，伯乐，伯乐是不容易的，所以你真棒。我说你啊，你真棒，你就是他的拔萝卜。以后不要形容我是照顾了，我是拔萝卜。拔萝卜。那你怕不怕没写出来就返不了场啊？其实也有这样的担心。小心我害怕，我怕我的心脏心脏爆痛，会丢下去，写不出就回不来。也有一点担心。那你怕不怕写完以后我们并不满意，你还是返不了场？所以我把笔带好了，我想说你们不满意直接改就好了。所以不需要夸赞。我要不站在里面说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好。有点恐高，对不起。真的、哎、挺软的。我站这里舒服好多。你第一次拍戏是演的什么？风知道。对啊，当然啦、啊、我是香港小姐哦。我是跟郭富城哇做的，他还暗恋我呢。是什么？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剧里面暗恋你啊？对对，当然。他是演的是个瞎的吗？还是？别拍！你小心！来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几点了？现在？我们要准备晚饭了。午夜啊，你吉他放哪里去了？吉他在这里面，你要吗？哦，你想他一路弹，待会准备给阿森打个电话。真的啊？昨天他跟我们谈一个，然后我就打通开始录。对于那些相聚，我们期待已久。女人呢？就差你了。加班呢？来，我们云喝一个吧。期待那份友情。期待每次相聚，面对那些期待，请尽情享受，才不负相聚的时光。开瓶醉酒，节日快乐！哇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
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。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。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，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。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致鲜活奶粉，奇致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。那我准备给阿森打个电话。我真的、啊，昨天他跟我们谈一个，然后我就打通开始录。娜姐，你谈呀，你谈呀，体重不一致啊，你像那个下一站天后吧。哦，在的雨季，细雨哼哼我的梦，就让歌词上的歌声都变成。我要看。哇哇！喂，啊 ，Hello， 啥？你在啥呀？我唱。武艺正在唱你的歌，然后我就突然播给你了，他不知道，他吓惨了，他一直跟我们讲他有多喜欢你。美好的生活，我们的美好生活在录节目。根本不叫我去啊！我问过你的时间，我跟他们节目组问过你的时间。你是不是在排练？你那么忙，你是不是在排练演唱会？是不是？我会去看，我买了11月21号的。哇，他买了票了！1月21号。真的？那我这个戏你要去看哦。哦，好，一定的。什么戏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没有，我最近在关注他歌多一点。哦，专注他的歌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呀，武艺给我们的节目写了一首节目的主题歌，我们节目的主题歌，他这是他第一次写歌，写的非常的好。然后我就问我说，万一哦，我知道什么戏？什么戏？我知道什么戏？金手指。对呀。金手指哦，对对对，我一定会去看的。武艺给我们写了一首歌，我就说万一阿萨知道你会写歌，以后找你写歌怎么办？他说不可能吧。你哪首歌给我们？真的哦，我多写几首，你万一你们不满意。你是想给他选吧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得选上才行，选不上还是不行？选不上没关系的。哇，真的，好好。你个最后说个什么嘛？祝他祝你演唱会顺利，我会去电影院支持你的金手指。好，谢谢。演唱会见。好，拜拜，爱你哦。爱你，拜拜。哇，吓死我了。哇，好开心啊！为什么全程说往一边说？惊喜吗？惊喜。我还帮你约了歌。哦，谢谢大姐。突然间觉得来这里很值得，对，太值得了，太荣幸了。我一开始以为你给我放的是视频，没想到是录下来。他眼里的都有那种激动的眼泪。早知道我就去吸个油了。吸个油？开玩笑。午夜。哎，我帮你们打下手。把这个洗了。好。午夜干起活来好卖力啊，现在。哎，真是。太开心了，真是有爱的力量。我他现在是懵的。午夜，他等你 demo 怎么办呢？哦，如果你去听他的演唱会的时候，他唱你的歌，哦，那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肯定是来不及了。对，那你下次让你再形容我，我还是照顾吗？我是。绝对不是了。是老姐姐。这才是烟火气嘛，咱们这儿太辛苦了。你搞到自己好像在大排档做的那个大厨，中华小当家。我们现在的民宿比之前都丰富了。
就越来越像真的可以经营的一个民宿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把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。真的慢慢慢慢变完美的感觉。对啊，炒个米饭，那我直接在这边炒鲍鱼吧，都是同时进行。好听了是吧？嗯 ，OK。来，我这来点葱花。我们休息一下吧，他们两个大姐来喽。真的是我的美好生活，你们努力啊！我看见你们这样很开心啊，妈妈、姐姐，然后你是儿子过去。儿子。上饭了，好吃，是吗？下次我也学你这样做。这个拌饭绝，太香了，这个好吃，真的。我感觉你们做菜好快啊，才下两下就真的马上吃饭了。因为我们一起在做，就很快。更快，人多力量大。要不我在这吃饭，你跳舞，你弹琴，你唱歌。歌舞升平呗，主打一个。等林心如来了，肯定要带什么好吃的。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带卤鸭舌。我本来今天的偶像剧的那个打扮，你们就出来啃鸭舌。这次她可能不会带了。然后上次带我。我也吃了。好好吃哦。就是许昕寄点那些药膏给我了。寄了是吗？寄了。我那天在群里看到那个药膏的照片，我才知道我以前也用过。啊，真的？哇！吓死了！天哪，吓死了！啊！就是许昕寄点那些药膏给我了，寄了是吗？寄了。我那天在群里看到那个药膏的照片，我才知道我以前也用过。啊，真的？哇！讲鬼故事，你们在干嘛？弄什么好吃啊？拿了凤梨酥来给你们吃下面，还没呢。哎呀，米饭，快给你，我给你热一下。来了这个凤梨酥，等一下大家可以吃。在这里。哇，我们终于有明火了。对呀、啊，很棒哎，太好了。来给它，直接给它装起来吧。谢谢，哎，好棒，我一来就有饭吃。我给它炒个苦瓜。别忙了，不用了。来，给我两加进来，这都是爱呀、啊，都是爱，都是爱，大家的爱。谢谢，坐坐坐，心如好好吃一点。好，谢谢，满满的爱，太幸福了，还有一个男人帮我们洗碗。五一，你别弄了，你先过来坐着吧。哦，好。一天的奔波，真的，一天的奔波，累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就是已经最后，我们应该是说已经是完工了嘛，对不对？完工了，留下好漂亮，真的。那你看新的那集没有？我没有看，我要回去看。你还没有看啊？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我很忙啊，我要帮他们弄那些表演啊，然后还有那些跟他们约同学见面啊，因为他们放假嘛。小朋友那些，我平常自己的工作几点？就第二天几点？我有时候搞不清楚。小孩的绝对不会忘。完了，他们的明天几点到几点？对啊，是干嘛？几点到几点是干嘛？然后还有呢，他们那些表演全都要去抢票。那个 hall 很大的，然后那个位置，他一发那个信息，你立马要抢，要不是你的票就在很后面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是不停的按进去看什么时候有，一有就点上抢位置。对了，哎呀哇，就那些就死我了，秘书的工作。我这次就是昨天去不了他的大提琴表演，我的大女儿。为什么昨天去？因为昨天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跟我老公也要一起做，所以呢去不了他的大提琴表演。
孩子表演，父母看，对他们来说好重要的。我女儿第一次表演，你泪流满面是吧？对，真的，哭惨。弹幕一拉开，他们开始唱歌，我就大哭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感动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那么小小人开始唱歌，我说天哪，天哪，然后我一直哭，我的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吧。那你们第一次送他上学的时候有哭吗？没有，我也有哎。他那时候三岁多嘛，就进去，然后他进之前，他妈妈抱啊，马上你妈妈哭啊，突然鼻酸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哭，然后因为眼泪掉下来，我就不敢啊，不敢让他看到，还要这样擦一下，然后他爸就这样看我一下，然后就赶快把他送进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本来觉得没有什么，就这有什么好哭的、啊。但抱到他那一刹那，我突然觉得，啊，怎么就长大了？哎，楚曦啊，我在这。何老师回复了，他是 I 人。炯炯，哎，我跟楚曦在聊 E 人和 I 人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 E 人还是 I 人？何老师回复了。他是 I 人，对吧？看得出来。你是 I 人，你是 I 人，你是 I 人，很明显啊。对呀、啊。你看。对呀、啊，我超 I 的。我超 I 的。我觉得我的 I 和你的 E 显而易见，好吗？一样。但私底下，我刚才结果我可能是话多的。他是话少的，你不开心你会跟我们讲，但是何老师就不见得，他可能很多不开心，我自己感觉他可能就是自己消化，我就必须要说出来。你看我专门拉个群说，然后我就想大家都听我的，告诉你们，然后大家跟我，然后大家给我讲完以后，我就觉得很释放压力，就完全不内耗啊，我耗别人，耗别人。电话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那个从渔村过来的。哦、oh, 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村口吗？对。你看到那个美好生活的牌子了吗？有看到。哦、oh, ，你走进来，然后我们出来迎你。好呀，好呀，好，那我们过来了。嗯，好，辛苦辛苦，我们出来迎你啊。嗯，拜拜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嗯，拜拜。好。欢迎光临。嗨。Hello。Hello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民宿呀！哇，这次看到娜姐了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开心！欢迎，啊，阿豹，张豪，真的很多大学生，还有像你们这样年轻人来这里，就是把整个做的好像很不一样，有活力的啊，都很有活力。我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经营这个农场。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是学人文地理城乡规划，这完全好好运用上了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好了。你见到真人了，我喜欢听你的歌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好难得。哇，好开心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嘿。你们是今天才到的吗？对，今天来了，玩了一天。哎，那个椅子，我想去拍照了。我要去拍这个。好傻！哇，这么多小孩啊 ！Hello， 小朋友聚集地这里是？哎，他是在拍视频吗？好像是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村里面的小孩子啊，基本都在这里。这个叔叔是在跟他们讲，他是这个村里面的人，做短视频的，推销本地的农产品到各个地方去，哦、是做助农的。我太开心了，对啊、我就怕那个没有实在呢，就希望这附近的这个村的都是。有这一种共同性的，对，然后它的配套就是各个都要完善起来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到这边来游玩。嗯，哇，好舒服、哦。还好今天不冷。哎，你今天碰到武艺，你要说什么呢？你啥时候喜欢武艺的？啊，好吓人！就是喜欢，真的就是才华上的喜欢，就是很喜欢。有一首歌叫《微甜》，那时候我就天天单曲循环，单曲循环就在那儿跑。现场唱两句给人家嘛。微微的幸福爱恋，悄悄地蔓延在你和我的身边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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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感觉青春回来那种感觉。你还能让人青春回来呀？不易。没有，那是我自己那时候的感觉，就是天天在那儿听，天天在那儿听，然后听到真人唱，哇，感觉好不一样，好开心。好多年了，一下突然。对对对。哇，这是你来白思村最开心的事情哦。对，我一开始不知道今天会见到你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刚才看到的时候有点没认出来，不敢认。没认出来，没认出来，是不是他变 man 了？变 man 了。就是你看照片和看视频，以及看到真人是不一样的。真人可爱吗？可爱，笑啥呢？他其实不想可爱，他想 man。真的是 man 可爱 ，man 可爱的。可 man。可 man。反正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就是喜欢。啊，真的哇！五一都要哭了。啊，我也，为什么呢？就、啊、没想到有人喜欢你。对，就是那个时候还是蛮多人喜欢的。那个时候是你现在也很多人。不然什么时候就突然就少了？我怎么觉得这句话好心酸？那不是少了，他们现在忙了。可能比我还忙。是比你忙一点点。我的粉丝比我还忙。我们下去吧，下去去餐厅。五一太搞笑了，奉献了太多快乐了。哎，你们看了这个民宿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我们在门口看到有一个牌子，有各位嘉宾有留言啊或者什么，然后我就在想，除了这些之外，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能留给游客，或者是留给以后住店的这些客人的一些空间？对对对，然后留下他们的故事。还有，我们有一本本子放在那个堂屋里面，给他们写下他们住的感受。哦，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嘉宾有一些好玩的，就比如说挖笋那个，其实我是可以有一张照片。哦，有啊，在旁边，就是讲一下故事屋，每个嘉宾来做过什么事情，比如说他们耕地的那个锄头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有没有发觉你每说一句都有人怼你？说明我了解的还不够深。好，到你了。你们平时会有一些活动什么的吗？有啊。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活动，比如说就是在这个乒乓球桌打那个乒乓球嘛，保证这个球两分钟之内不掉，然后你就可以解锁许倩老师一段鼓励。哦，就是也像寻宝要有彩蛋那种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彩蛋全部做成二维码，然后自己去解锁一些彩蛋，或者是做一些小机关什么的，就是你会让他在这个地方有参与感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，就带给他们一些随手可得的一些小惊喜。开创者和他的这个运营者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开创者是决定了这个的调性和方向的。我们自己的院子是希望给年轻人来玩嘛，所以我们院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所有来玩的人都自助。而且我们的杯子其实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，每个人来了他可以自己带一个杯子放在那儿，他下次来可以继续用他自己的杯子。我们把这个基调定在这里，我们把它做完以后拍下来，他们就是一个参考。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有一个最开始想做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说以物易物，就是大家来了之后，比如说家有些闲置的东西交换，就是我觉得当你在一个地方留下来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情感的寄托，这个东西这个空间里的有一部分是我的，是我留下的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。这边村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习俗什么的，我们可以加到这个主题。那我想到了，我觉得等朋友来了可以有一个冬藏会，这里面可以有做腊肉，做香肠，就是做冬天可以把它做出来，可以把它年菜可以用的。对，我觉得都是应该是冬藏会的项目。怎么做这个腊肉啊这些的，让我来体验。我们民宿的照片也可以贴在你们那边，然后你们去你们那边住过的朋友们也可以跟他们讲一下，你们下次也可以到这边来玩一下。这个好，把他们的客人也拉过来。好呀，他们真的是给到我们了一个很大的帮助，为我们后面的这个客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效果，也真的很有创意，就不愧是有经验的人。如果一些年轻人愿意去用心用想法投放在里面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像鱼圈一样发扬光大的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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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是我最思念的地方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振翅去飞翔，学会美好生活，别匆忙。来了，吴毅，快去接，快，我去接，去，我不好吗？去什么不好吗？吴恩维，你好，美好生活。哦，好。我们永远把飞行当场主。飞行不是帮我们工作的吗？我们不是来这里美好生活吗？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美好生活。美好生活的哦，好的，找我吗？对，喂 ，Hello， 谁？你猜猜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的口音啊是这样子，你的口音其实我一去猜猜出来了，辣辣辣辣，我来热。这路怎么这么远呢？是吗？我们来接你们，快，我们来接你们来啊。挂了，够快的。你这还有什么？就是什么书啊，然后益智游戏啊，还有一些我个人的，就是闲杂物品。我主要没带个人的闲杂物品，我琢磨着这应该都有吧。保养品啊，不带吗？我就一晚上，它也没差啥，保不保养的。今天我欣赏你，真的是。怎么做到的？昨天晚上。哎，你好，这是我们家的狗狗，叫小爱，它叫小爱。Hello， 你好，孙谦，你好，哎，大家好，孙谦。哇，你们很不熟啊？那你的这是你请过来的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不认识。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，十七光年丽苏组合，自由调饮更出味。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智鲜活奶粉，奇智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。盲盒月月开好礼，带你现场看综艺。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我们的美好生活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，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，分享节目观后感，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。哎，大家好，孙谦。哇，你们很不熟啊？这是你请过来的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不认识。谁跟我说的？你跟我说的？我听说的啊。好，从现在开始就是我请过来的。因为我们都会自己请自己的朋友过来。我你是娜姐请过来。对不起。他们看你年纪小就觉得是我请过来。对。我们以为他是那个楚曦的朋友。你是啊，现在都是我们的朋友了，到处结交朋友。哎，所以你是谁的朋友啊？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是小狗的朋友，是我的朋友，当然了，好久不见。哦，你们两个也合作过的是吗？没有，好久不见。但怎么认识的呢？没有见过吧？不认识吗？怎么不认识？为什么每一个嘉宾都带那么大的？对呀。你们有行李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一个人的，他没有。哦，这是你的行李。你的呢？我在这儿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就来一天不是吗？就一晚上。我刚刚来的时候我说你的行李呢，他说我就这样，我说你是我见过最利索的女人，显得我很那啥。我这还带秋裤和棉帽子，说特冷。戴帽子睡觉。睡衣我就这个就可以当睡衣，这料特舒服。
那明天也穿这个？明天他们说准备两套，琢磨脱了就行了。我真的很欣赏你耶，我那跟男的一样呢。我们先看一下房间，我们那还有一张床。你房间没有东西，你要不要住我们房间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所以我们俩中间你害羞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不害怕，我最喜欢跟别人躺一下。可是他很吵哦。是我吗？你想清楚，是娜娜还是我？哦，还好。那我给乔恩放到这边。娜娜，这是我们的许昕住过冠军住过的房间。哦，来，怎么样？哇，不错耶！满意吗？哎，这是几个人睡的呀？一个人呀。我一个人吗？哇，这是我路过就是最好的房间了。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这是我路过最好的房间了。那你们睡哪里啊？带你们去看。来，带你看一下你的床。那比我想象中的好一些，我中间还有缝呢。舒服吧？舒服。一边娘娘，一边那个紫薇格格。可以，我就是小圈子。但他一个就是白天怎么穿的，晚上是怎么穿着睡觉。没关系，你们要不介意的话，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大大咧咧的哈。那得借我一下那什么洗发露啥的。有啊，这里全都有啊。我们是一间美好的民宿，对，怎么可能没有这些呢？就是啊，我所有带一个包够了。你想要啥都有，太好了，我啥都不用带。吴烨，啊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知道吗？乔恩姐姐，乔恩姐姐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她漂亮还是我漂亮？都漂亮。我们三个在荒岛里面，你只能选一个，必须要陪你度过余生。没有到余生，就两天。我要不自己算了。我自己都不要，不行。你现在仔细思考一下，你好好想一下。没关系，不用迫于什么压力，对，你不要管他。你说，娜姐，你看为什么？因为乔恩姐指着你。要是乔恩姐指谁你就选谁啊？乔恩姐刚来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对呀，真能控制别人，乔恩姐，好会控制别人。我要不算了吧？走了吗？走了。那你用两个字形容乔恩姐？淑女。淑女，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乔恩姐那部《我命中注定我爱你》。那你会唱《流星雨洒满天际》？对，那是两个字形容孙谦，累死我。还能怎么形容？两个字都多了，真的太累死我了。很高，很高，高高。说形容一个女的很高，还不如我这个照顾呢。他形容你照顾，对啊，好一个形容啊。那我们四个在荒岛上。乔恩姐，要不我去弄那个桌子。桌子我跟楚姐姐弄好了，别惦记了。请过来。过来也可以，但是很漂亮。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客厅，哇，这里的环境好好哎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哇，你看，心如又来弄咖啡了，最爱泡咖啡了。你坐到这个边边上喝个咖啡，爽到爆！我跟你说，对，外面你们还没看啊，那边有个荡秋千，漂亮。那边有个秋千，你快，孙谦去看秋千。哎呦，哎呦妈呀，哎呦，哎呦妈呀，哎呦哎呦，这是玻璃。加头了吗？我没有，我是手的。哦，太可爱了。这玻璃擦得太干净了。嗨，你们这玻璃擦太干净了。孙谦，还好你很高。就你会照顾。这个是我们的打卡点，挡抽签，抽签，挡球签啊，抽签。你真的如传说中一般讲话很有趣。天啦，那是我们的挡秋千，这是我们的挡秋千。你朋友好危险啊，小赛。挡什么？我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来，带我去哪里？这里好漂亮的，从这个角度看更好看。他上次正在挟持我，
你给我下来，你要挟持我去拿。哎，太阳出来，这是雨还是下的水？啊，这是雨。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哎，下雨嘞，哇，太阳雨，哎，下大了，你们在，快走。哇，哎呦，好幸运啊，太阳雨。太阳雨，过来看看。快下去，快下去，先下去，一会儿再上来看吧。一会儿它太阳雨很快就停了。哎，这为什么会太阳雨啊？好好玩啊，感觉。Oh my god！ 不是，他要我坐在这，装下来，装下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错了。别走，别走，怎么样？好好看，好好看，你说哇好不好？好了不得了，我们去荡秋千。这里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有太阳下雨了，肯定有彩虹的，看一下有没有。你这个恶毒的皇后，想把我朋友怎么样？没有，你们看一下嘛。你的咖啡好了。哦，谢谢。爸，我手冲吗？对啊，手冲的，但是这个简单的了。嗯。来，吃凤梨酥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哇，真的有带，我拿这个给你们，你看，哇，哎，这么多，很漂亮，你看你看这个打开来是不是绿的？哇哇，这是一只兔子吗？是兔子，我是在成都路边摊买的。我瞬间就不 man 了吧？还是很 man。我可以教你们滑旱冰，我带了旱冰鞋送你们，每个人买了一双，每个人一双直拍轮。孙谦给我感觉那个小妹妹，她是一个带情带性的哈尔滨的姑娘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。但他是完全是很真实的，也不爱装，我挺喜欢的。乔恩好像认识很久的没见过的朋友，很大方，而且很快让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你就会这样一拍即合。嗯哼，我们的冬藏节虫捕鱼开始。哇，啥啦？哇，有了！哇，这个。灌肠仪式开始。好长啊，这个它怎么不出来啊？它是有气耶，你要一直放肉给它压下去就行了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为什么不出来了？哇，我想打这个。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跟所有快乐说嗨嗨。打死你蔡少芬，让你欺负我，谁来看你可爱，讨厌你。第一次去夏威夷，不准从我旁边走过去。他明明可以从这边走的，他从我的面前走过去。很吓人，太难了。你这往地下粗溜还行，但是没有那么紧，是不是很挫呀？这样看起来你超帅的。哎，没有人欢迎我们的吗？哎哎啊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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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是不是他们离开这个节目了？现在这个节目是我们的了，为了保护你们的耳朵，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礼物，耳塞。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现在继续。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，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、芒果 TV 同步收看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，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，分享节目观后感，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。打开名叫城市的窗，去感受远方。
下，背上我的行囊，卸下压抑所有伪装，惶恐的模样。生活若让你忧伤，不如选择遗忘。学会美好生活，别匆忙。